这个是我哇哦，还可以吧？哇，后面是什么？这些东西保养品，保养品，家的保养不是一般，有时候就是身体可能。就是体力跟不上了，还有维生素啊，维生素。因为偶尔吃饭的时间可能会那个忘掉，就可能平时吃饭可能会忘掉，所以就靠点维生素来支撑一下自己。后面就是你自己贴的吗？那些是这个、不是，就是给我们大家准备的嘛。好像这装修了一年多吧，没有，就是他们自己给我们自己弄的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用品。那你们床位都是自己选的床位哦。床位啊，自己选的，都分配好。哎，床位好像是自己选的吧？主播姐姐真的很累，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进来，就是谁喜欢哪个就喜欢哪个，谁要是来的晚，那就肯定是喜欢的比较晚。那您是先挑这个的吗？我是好像是第四个还是第三个吧，我就看到了这个，好像我就选了这个啊。我们可以肆意的翻找一下你的床，看看你的床上到底有些什么。这上面哦，里面枕头下面是什么？充电器啊，充电器。晚上的时候应该要充过电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我也不知道，这个小尾杆送的，你也不知道。这个耳机。偶尔就是他还放枕头下面，你是在藏它吗？没有，就因为它这是，因为它这只有一个插头，因为偶尔我放在这里会掉下来。那你睡觉时候要小心爆炸。所以我不敢睡这个床，我就睡这个床，睡这个。那个呢？这边是什么？这边。因为这是刮胡刀，本来胡子长得快嘛，偶尔就刮一下胡子，就刮胡刀。对，因为陈毅是我们的队长，非常每天都非常的。墨镜呢？墨镜戴一下看看。所以就是墨镜真要戴吗？耍帅吗？给你个机会耍个帅。陈毅哥哥戴眼镜了。哦，好帅哦！来，你来一下吧。等一下，行。等一下。抖音。